危机解密让网络公司乖乖屈从美国。危机解密创办人艾桑吉答应民众要透过危机解密来揭穿政府的一切，但他所爆料的文件触怒了美国官员们。美国议员约瑟夫·利伯曼以涉嫌施压要亚马逊以及 PayPal 撤销他们的服务。这些网络公司已答应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，而没有尽力保护网络自由。艾桑吉被逼当网络难民到瑞士架网。艾桑吉还受到死亡威胁，有些官员认为他应该被暗杀掉。莎拉帕林把艾桑吉比作恐怖分子，说该像追捕恐怖分子一样追捕他。危机解密无论怎样进也进不完，多亏数十个禁止网站的功劳，让政府的机密继续被爆出。但艾桑吉被瑞典官方通缉，他性交时因没带保险套被控强暴，英国警方逮捕到他。艾桑吉稍早扬言，若他被逮捕或被杀，会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披露更多机密文件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.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